好，主播很多名人前几年砸大钱买豪宅，但最近豪宅市场冷飕飕，只能认赔出场。根据周刊报道，台新金董娘彭雪芬在2010年以9000多万买下台北市中山北路三段的豪宅，去年底以不到8000万价格赔售，成为豪宅苦主名单之一。其实彭雪芬年轻时呢是玉女红心，外形甜美，气质清新，保养得宜的她每次亮相总是相当亮眼。而她陪售的豪宅完工日刚好是用新的建屋标准单价，房屋税马上暴增2倍，而且总价又超过豪宅的门槛。有豪宅路段税加成课征的压力，还有囤房税三重卡关加深，这些累加的持有成本可能就促使彭雪芬在去年底以7000多万售出，认赔1000多万的出场原因之一。不过对此呢，台新金控回应，这件事情呢是属于董事长夫人个人的投资理财规划，公司呢并不清楚，也不方便做评论。以上呢最新讯息，先将时间镜头交还彭内主播。